牵一条线，一款人，一款命，有人输，有人赢。是我所有徒弟里底上界出色的，从今以后，你就是我贡甲族人唯一的爱徒啊！哈哈哈！是我搁听唔到，无可能，我明明都有听到声音，敢毋是我爱鲁香豆蛋白？这搁较无可能，伊这么冤枉我，但有可能是伊。鲁香，你来叠加，我想到袂用叠加。我明明将鲁香好好藏在我的府邸，阴险啊得到消息，也搁破解我在鲁香身上所施的两层法术，厉害呀、啊！老皮粉，你好厉害呀、啊！既然我想要和和平平将我心爱的查某囝藏起来，恁就要来阻挡啊？那安尼，我就反其道而行，把恁这十波人拢总赶走。我要让你我跟我的查某囝。你心情不好？无唔对。你有心事啊？嗯。还是想了你生气，就是。
免讲，你会直接来找我，意思就是我惹你受气的，对无？嘿嘿嘿，你实在吼真了解我呢。啊，不过我跟我生气啦，我来就是要教训你的。你是要教训我啥？你点点，为即马开始哦，你乖乖听我教训就好，不准插嘴，知无？知无？哎，我咧跟你讲话呢。嗯，你不是讲卖插嘴？我问你爱赢啊？请师傅开始。你哦，好，我问你，你闲哦，安尼翻起翻倒啊？你明明就答应我，哦，你讲哦，我若是跟你成亲，你就家主家要出现我，这是你家己亲嘴讲的，你还会记的？嗯。哪呢？我是不是已经跟你拜堂啊？要唔该拜堂房？我不是跟你拜插嘴，我只是讲出事实。好，就算讲哦，咱也拜堂房啦，咱嘛已经算是成亲啦。国斌，你起码总算是成人啦吼。拄在迄句哦，不是今仔重点啦。最后一句就是吼，这这木鱼啊是一种的大罪。咱人哦，若讲会到就爱做会到，就算讲哦，咱两个无成亲，你又不应该把主家母亲哦交阿妹孙兄。哈，讲来讲去，都是为着主家母亲。当然哦，啊无牺牲我的亲爸哦，这简单就牺牲哦。你的亲爸嘛无牺牲啊。这嘛是今仔重点啦，重点是哦，你把宝贝主家母亲哦交阮阿妹孙兄去啊啦。哎，等我的事是变怎哈？开始讲哦。我是讲，卡叔讲哦，我若是吼，和你安怎去啊？那你等我的代志，你要哪做会到啊？你袂对哦，是宝贝自家母亲错我。母亲，母亲，母亲，你规头壳内面都是母亲，你敢关心我？你无看到我今嘛已经有够伤心，有够烦的呀！谈话犯这么大的错误，造成遐尼大的伤害，我心情已经无够不好啊！我这里做表亲的，是破月罪嘛？不是，唔破月罪嘛？不是。这么不简单，看到你主动踏入我的亲家，我抓准你是在关心我。谁知你开一合嘴，还是自家母亲？我现在对你有够庆幸的。哦，是安尼哦，啊无安尼啦，无想我教你，你哦，就一直念阿弥陀佛，啊念久了哦，你就一念清净，袂过哦想到这凡尘俗事的代志哦，互你烦恼。啊！不过半步就到母亲吼。好啊啦！你抓准我分担收入，甲你同款，是迄种讲话无算话的人哦。去半步就到母亲，我早就还好你啊。哦，你还我哦？哎，你这是别讲啥啊？像我一点印象都无。哼，枉费你修行修这久，我想知影你修去倒。迄个母亲一定藏伫咧迄个手指内面啊，你都看袂出来哦。手指，无唔对，那半盘自家母亲，就伫咱成亲的时阵，我硬替你挂起来，迄手指内面啊。手指，对啦。虽然你拖拖刷刷，用尽办法唔肯甲我完婚，也唔甲我分摊三落，唔是迄种假长假多的人，咁要幸福你物件，我当然嘛幸福你。迄、那个自家母亲，伊伫你心上啊啦。手指，吼！你让我讲几遍啊？哈！我靠！高秘书，你讲啥？母亲的内容，就伫如何给你的手指内底。你把手指给销毁？拢你啊，拢你啊！哎呦，啊，谁叫我咧自作聪明？啊好，一家手指哦，明明都已经到手啊，结果我连一影拢无留落来。哎呀，我假了，我啥把迄手指哦，摕阮老爸需要要创啥？乌龟肉包，这女儿母切，还是在小妹的心上。哎，实在是防疗伤未够。哎呦，胡做啊！啊，你不是少甲我加持一下啊？我为着要坐这母切哦，我想咧哭哭撞咧，啊，到最后哦，我一张空。阿公哦，这嘛是佛祖你予地主我的时刻，哈，因为你捌讲过啊，愈来愈去，哈，就好亲像哦，啊，唔捌离开，啊嘛就来唔捌来过，是。郭秘书啊，你是到底在讲啥？
你问我，哎呦，我阁想要问佛祖啊，怪到底是要我什么功课啊？我即马一个头两条多啊！郭秘书，其实你也无需要烦恼，这算是一个好消息。啊，郭叔，你安尼讲什么意思啊？签订女王，你是签订女王？拄则才为着母亲的代志来向我兴师问罪，啊，即马那完全变一款。你是不是做唔到什么代志，心虚啊？郭秘书啊，你是到底在讲啥？你问我？哎呦，我阁想要问佛祖啊，怪到底是要我什么功课啊？我即马一个头两条多啊！郭秘书，其实你也无需要烦恼，这算是一个好消息。啊，郭叔，你安尼讲什么意思啊？我了解先生的意思啊。什么意思？先生，为什么不了解？咱拢想讲，迄本书甲母册，就亲像萧道林所讲的，已经烧去啊。也毋过，就甲咱所想的无共款，书甲母册毋若无烧去，也搁伫咧萧道林的身躯顶，这对咱来讲是一个好消息啦。有啥讲都无唔对，卡输书甲母册真是毁掉，那咧咱就真正是麻烦。也毋过，即马书甲母册搁伫个，咱想办法甲退转来就是啊。咱只不过是坐一日，搁转来原点，无啥物损失。我嘛了解告诉你意思啊。啊！不过咱也要赶紧想办法，把这母册摕转来，卡便哦，当面讲吧。哎，第二讲安尼对，阮阿伯孙兄哦，伊头家在想的代志哦，拢甲一般人无共款的。咱是紧啊，摕到转来，卡便哦，赶紧出代志。嗯，哦，对，咱即马就去找伊。我刚才我社会卡生了长，生了紧。那我老爸问，他们老爸讲爱不无情，安尼我想安怎？大老叔啊，你到底准备从啥？为了让小伟知影，女王把朱家母亲的草本藏在手机内。哦，对哦，他虽然不会知影哦，伊物件绝对用唔完全的呢。假如小伟跟咱耽误，那就麻烦。那你讲哦，你一定有计策对无？赞，有创意的方法。第四，录像。小伟，嘿嘿，阿伯谁呀？老伯文，原来我小伟是钓到一石门买红钱。坐坐。老朋友啊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故园东望路茫茫，双袖两掌泪不干。马上相逢无纸笔，平均团圆报平安。小道理，旧酒烧伤，平均团圆报平安咯。谁甲你讲我要当你大人啊？敢讲不是？小道理不管千里以来，你为的是什么？你探险以来，如今百姓敢讲你个不守规矩？
你的意思是讲我该走？小道理，你要走唔走，我无权利感谢。只是我实在想袂出来，你阁有啥物理由留伫东鲁国？恁大叔弟啊，若是我离开东鲁国，我看上欢喜的人应该是你。叔兄，你啥物安尼讲话啊？你明明知影非常我哦，志不在此啊！啊，连沙罗给我的手指，我唔是拢交乎你啊？啥物啊？你无爱手指？迄手指我早带印宾馆的花园去啊啦！阿祖，我袂使等啦！叔兄，啊物件去交乎你啊吼，我都收晒你啊！哼，非得我甲恁讲，我社会绝对袂离开东鲁国，我。遐尔简单就好，好，我这嘛是随在你啊。小伟，既然你阁无意思要回去台面，那呢我就唔免麻烦你，甲这批摕太子殿啦。爱我帮你送货，就算我回去台面，我也帮你送货。人民馆的会员。找这么久还是找，敢讲是小雨在骗人？应该是。敢有可能叫别人捡去啊？有这个可能。安尼啦，过去吼，回想我用这五眼着神通来找看卖下咧。他说你手指哦，若是还搁伫遮哦，都绝对走袂去。何秘书，那你麻烦你啊。啊，没有。那是很重要。唐红，即马唐华情形安怎？伊啥物都唔肯讲。连我想要安慰伊，伊嘛听袂入去。啊，不过我看会出来，一定足痛苦的。早若知影安尼，何必当初呢？武宏，你敢真正相信唐华会做出这款代志？你是无辜的。武宏，我不愿意相信啦。不管哪讲，唐华是我的查某囝，你抓准武宏。真正忍心问伊的罪，判伊的刑。也毋过你嘛知着，你嘛亲目睭看着，花瓶水壶都伫陈怀清宫找着证据。不妨是一国之君，就算是要维护你，也袂当安尼做啊。有可能是有心人将迄座素面魔像下伫伊的寝宫，超过伊设计陷害伊啊。证据够多，武宏都办够多。只要会当证明唐华是予人陷害的，那无武宏真正袂当替伊脱罪。武宏，参见武宏，参见武宏。
参见女王。你是签着约啊？拄则才为着母亲的代志来向我行使问罪，啊，即马那完全变一个款。你是毋是做毋着啥物代志，心虚啊？那安尼，你是签着约啊？拄则才为着母亲的代志来向我行使问罪，啊，即马那完全变一个款。你是毋是做毋着啥物代志，心虚啊？沙罗，你实在真巧，你啥物代志吼，拢瞒袂过你吼。我毋是巧，是你一举一动，我拢真关心。所以啊，你想要避开避开，我一看就知。有看无？有看无？啊！人女王安尼哦，唔知真正厉害，就像火星我，都用五眼六神通啦。啊！啊，那女王因为，咱一开眼啊，伊就目眼、天眼、开眼、发眼、护眼，拢总齐全，什么代志哦？一目了然，伊实在是。好啊啦，有啥物代志紧讲。好啦，我甲你讲啦，我就想要甲你讲吼，既然你著甲迄半婆母切吼，啊送互阮的阿伯叔兄，啊，若是安尼，啊我甲迄脚吼顶头有刻另外迄半婆的母切副本的手指，我那送互伊，哎，咱算拍赌气啦，对无？你讲啥？你把手指送给阿伯叔兄？不，啊！你之前赶我离开红桥的时候，你跟你讲，你把手指你都无要爱啊！啊，凊彩我安怎处理？我是听你的话去做的呢，你生气哦？你，安尼嘛好啦，卡边哦，你规天为着不切的代志在烦我，那呢，你就向阿伯叔兄去讨啊。啊，不过即马上麻烦的是。这小卫生上的脚本已经毁掉了，可以用副本的手指哦，嘛放弃，安怎找都找无呢？那也才多好啊！是啊，会发生这款代志哦，嘛真正想我料想袂到了。高斌，本王已经决定跟你同齐去信你的佛祖啊，因为你的佛祖大公无私。一点嘛，嘛无贪好你这个佛门弟子。咱请教一下，这是哪个？之前咱不是讲好啊？只要你嫁给我，我就把那半坡的主家母亲还给你。虽然咱两人已经完婚啦，也不过你一定不肯跟我同步，所以佛祖嘛无这么简单，就让你得到那半坡的主家母亲。你讲，伊不是大公无私是啥？女王安尼讲是无唔对，也毋过这朱家母亲对阮来讲非常重要。即马两个副本已经拢毁掉啊，皮阮想要请问女王，当初甲朱家母亲刻伫手指迄位师傅，敢阁找着人？因为这种浮雕的技术并无简单，要刻起来真费时。无你看，这位师傅阁会记得朱家母亲大部分的内容。你的意思？是阿本王阁甲你斗三工一届，女王陛下，若是有办法，敢会用拜托你阁再斗三工一届？好，你着答应伊。是啊，即摆嘛只有女王会当斗三工。对啦，沙罗，拜托一下啦，啊，你当哦好人做甲底，啊，送佛就送上西，吼。
迄本母册我给照约定还予你啊。啊，这届你是爱用什么条件跟我交换？可别说，个人做呀，个人爱打。沙罗，其实哦，我嘛知影讲哦，我无迄个资格哦，头甲你要求啥物啊？好啦，看你要爱啥，你做你开嘴啦。回想我这边哦，绝对袂反悔。你讲的啊？出家人不当公义。这个不是方便公义哦。我有做做见证啦。既然我王兄都已经开水土啊，好，我倒搁送予你一届。母后，人咧迄个三虎伫咧倒位，我随派人叫伊入宫。唔免啊，唔免。隔壁，这二十年来，这七千几天的日子，只要我思念你，我都会把迄个簿册摕出来一直看。一直看，内面每一句、每一字，我已经刻在我的心肝内啊。就算你逼我放袂记你，迄嘛是无可能的，因为迄内面每一个字，在我的眼内，拢是你。那你今嘛？要有什么话想要讲？我想要讲，沙罗，你真正是我的外婆菜。平，这是你对我讲过上亲像一句情话的话。我实在是无想要甲恁交了，点过该当请女王，跟抄一份珠甲补贴内容给阮。当然会用你啊，也毋过，不好，还阁有啥问题？我的条件都还未讲咧。哦，不要紧，女王，你有啥物条件，你尽量开，尽量开，我替高秘书先带。我说，你这叫做无私大于无私病毒咧。顾秘书，你唔通袂记，是为着众生，众生。是啊，顾秘书，为着众生吼。沙罗，我知影吼，你对我上好啊，你应该袂开迄种真困难的条件出来啦，吼。是当然啦，其实我的条件也真简单。既然咱两个已经是翁仔某啊，人讲富强富水，我希望在我操心、自家不切一段时间，你会当陪在我身躯边，随时陪我讲话、加油，必要的时阵会当替我抹我点灯。在这段时间，咱两人都做一对新鲜伴侣，朝夕相处，安尼我就心满意足啊。无问题，如果高秘书已经答应了，啊？是啊是啊，高秘书已经答应了，好，答应了。是啊是啊。赶快记得。登高的塔克斯，登高的塔克斯，速攻！请听我主人的气。
你真的当女工查甫了，拢遭受着你的怒气，还够知的？你是悄悄人，知影我咧讲啥？你讲了真简单嘛？我唔对，你是上古时代的魔神，也唔过我经过修炼，我嘛是一个魔。咱两个参无到水无流，凭啥物爱我斗三工？当然是凭我会当予你好处。我想问你，你这段时间甲老皮稳斗过，你敢有赢过伊？当然嘛有。这三乡亲王就是死在我的手头。门天强啊，你心内真清楚。若不是老毕翁，不知影是安怎突然罢手，你是无可能会当成功取三乡之名。你，哎，卖激动，我不是专工来侮辱的，我只是提醒。轮法术，你还斗袂过老皮翁？论智了，伊比你搁较谨慎、聪明，安尼你哪有可能会赢赢伊？敢讲你从来都毋捌想过要加强你法术的威力？你想看嘛？魔界之门一打开，咱就有吸收袂完的魔气会当用。老皮翁搁较那厉害，不过是一个凡夫俗子。哪有可能会斗会过咱这样人？哼，虽然我实在无愿意承认，也毋过伊讲了无错。这一个月过来，我甲老毕阮斗地斗势，确实是无得到什么好处。今摆还阁失去我唯一的爱徒并队，甚至连我的查某囝也害上去。而且你甲我合作好处，毋若是安尼。我想，你嘛知影我的魔力本来就超过你。假使咱若合作，你需要帮助的时阵，你的要求我自然是会拒绝。安怎？这条生理算会好啦？好，寡蛋，你讲要安怎合作？帮叔伯已经准备好啊。沙罗啊，啊你敢真正阁会记得迄半铺珠甲母亲内底内容？
然啊，这二十年来，我都是看那个主角母亲来度过无你的日子。只要我想你，我就会提出来一直看，一直看，就敢那亲像搁倒去着当初时咱在乡去读那段时间同款。哦，是安尼哦，真歹势啊！想袂到你这么有心。我对你有心，全世界拢知影，敢那你唔知？不知是你真不知，是假不知。所以，你去外面过的，无我温准，任何人不准入来。是。隔壁。那，什么代志？我吧。啊。你暗时遐尼久啊，你会忝袂？嗯，可是有一点仔忝啦。哦，那你要休困一下无？好啊。哦，足酸的，手嘛足酸的，腰嘛足酸的，奇怪。头内就疼。沙罗，嗯，那无意外，你的意思是？错呀，哪意思？你真正唔知？那不过回想我六军清军。隔壁。是。好啦，我来啊啦。好啊好啊啦，你嘛一定足忝的。嗯，来，坐落来，啊，咱就小休困一下。哦，休困休困。我唔免休困，我看吼，你遐是紧啊，你主角不错哦，你紧歇歇安尼，较要紧啦哈。你别休困啦。嗯。那安尼，我甲你休困。原来沙罗在替高冰因无写自家母亲。喂，你得爱做自己的代志，无耐心皮，对咱来讲是一项真大的事业，会通来打开无代志的计划。不管有啥物事大，你也想办法。有沙罗，无我都继续写自家母亲。你放心，刚好我来办就好。伤害爱的人，一场走马。公主啊，回头紧靠我。以前都为着名声。天上一辈，这告别哪会安尼？小罗，这是天会，那无赶紧想办法，等下厝台口袋，想要解决就真困难啊。天火，这边怎解决？
沙龙，你赶紧召集军心，需要请老国师跟吴先生做伙过来，大家到你想办法。嗯，沙弟，你叫高平往遐艺术去办，请去艺术房鉴定。是。沙龙，那我今日去艺术房。高平，天会危害百姓，事关重大，咱一定要想办法解决。我已经看到啊，我等你参详，到底要怎做？你敢知到底是安怎？当初在应天，要伫天顶某一个笔顺出来，阁要费遐尼大个功夫，想到努力个天顶即摆划破都破。这只有一个可能，希望大家努力个，对不对？除了这以外，我实在想不出来有啥物其他的力量会当让天顶出现一个破洞。那天王真正大家努力个。那你是变怎？叶小爷，你想到这样惊天魔啊？我是在惊啥？我是在烦恼。即马烦恼嘛无路用啊！即马上重要的就是爱赶紧找出五行神器，完成咱的任务。杜香哥都忘掉，即马铁定，只出现一个必损，都已经这么麻烦了。咱一定要找到五代神器来进行补天的计划，啊，若无天顶愈破愈大，就非常危险。安尼唔着爱紧找。老哥说，你想的是讲，到底你即摆心肝内是毋是已经有答案啊？少爷，讲实在话，除了朱家母妾甲烈火旗以外，我现在无任何的线索。那你是要安怎？起码伫应天，甲咱剩一个月时间，努力到天顶，阁有一个破口。在让人做头疼。大公主，公主妃，你用车大家到顶去祭祖房仪式。母皇，大公主，阿威王，你拢看到啊？杜王陛下，我已经拢看到。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？是安怎天顶莫名其妙破一个坑？女王陛下，这不是普通的坑，是灵界跟魔界中的破洞。灵界跟魔界中的破洞？是。那会安尼？女王陛下，即摆努力国天顶的破洞，甲当时应天天顶的破洞是一模一样。陪阮认为这是天魔所为。天魔？无唔对，天魔降世，伊想要拍开魔界，让群魔乱世，魔化世界。陪阮来个努力个目的，都是要找出五代神器来进行补天的计划，阻止群魔乱世。五代神器是啥？女王，奴将来解说予你听。天魔乱世，异界未开，为我风苦，母仪大地，琴音民水变，火旗走冰街，木梳指仙境，化寒昆仑图，剑开风金塔。乌红补天诀，这首究竟是补天的方法？内底有讲出五行神器：琴、棋、书、画、剑。只要会用找到这五行神器，就用把天顶的坑补起来啊！主人，靠近女王陛下。主人，发生这么严重的代志，您来靠近嘛，再来。是。主人对错，严格代志紧急，为求万全，主人一路观察以来，所以我讲，请女王恕罪。你敢有观察到啥？天灾破空，天火齐出，这天灾破空是非破不可。拄则主人入来时阵，有听到什么五行神器补天之术？啊，那呢哦？请教大祭司，你敢知影这五行神器的下落？无家在，无家在，唔知，啊，无代志大条。你讲啥？啊，无，我无讲啥。好啊，主任，
你伫努力高境内，敢有听过什么琴棋书画剑的代志？怪你妄话，主人一时嘛想不出。好，你倒好好搁想看卖咧。是。国斌，嗯，迄古代神器中的书，敢讲就是朱家不切？无唔对。朱家不切，你已经给阿伯叔兄，即马嘛好小气啊！看起来丁都要赶紧把这内容写起来。多谢陆王伯啊！原来三路在替高兵伊无写朱家不切，我无可能这样顺利就给伊写出来。刘平文，啊，其他的生气，敢有啥物线索？陆王伯啊！南台家族所拥有的烈火旗，都是五代神器的旗。无问题啊，老国师，若是你需要吼，我甲庆余将军拢摕出来甲你斗三工。啊，那其他的琴、画、剑呢？到目前为止，还无任何的线索。那你是要安怎？陆王伯啊，老国师甲高平师傅来努力高，是为着要找出五代神器。严伯伊来到这了后，煞去让真侪无聊的代志颠掉了。所以到今嘛，还要有进一步的发展。目前我所知影，伊已经有烈火器啊。这朱家堡市虽然已经拍无去啊，严国三路还阁会记得啊。今嘛，因准备要将伊木下去。袂用啦，你着爱做起这件代志。无代心气对咱来讲是一项真大的威压，会妨碍拍开无代志的计划。不管有啥物事大，你也想办法，互三路无法度继续消停到目前。这个代志唔免你讲，我嘛真清楚。你放心，交予我来办就好。好，我来等你的好消息。伊人，你莫让我失望。一件真简单的代志，我嘛随时有机会当下手。只不过我若出手，这规个东路口就会充满不安甲危险。万不得，我若伤着我的路香呢？不行的，我赶紧想想办法，将路香带回来我的身躯边，安尼我才会当安心对付三。英雄海爱的人。